39.6。所创下的大会纪录，前几次让给我吧，已经开始要让了吗？抢人哦！选手前起立。而且这一组的测试呢，也很有机会可以突破我们的大会纪录，因为在参考成绩就非常的快。预备，好，比赛开始。焦点在地面有跑道吗？跑第二跑道的陈宇速度非常的快，他冲了出来。0.04秒就可以破黄慕炎的大会纪录哎，不过陈宇也冲上了大会纪录的第二名了。没错，而在这一组的第二名呢是 Likey 的15秒48，第三名是流星雨的15秒65。预备。的成绩出炉了，没错，我们第一名就是林玉书的14秒80破纪录的成绩。林玉书破大会纪录哎，14秒80比黄慕炎的大会纪录还快了0.33秒。前几次让给我吧，已经开始要让了吗？抢人哦。OK 啊，你只要猜拳猜赢我的话，哎，说到猜拳，杰哥这边。你要有点士气，还是一样玩猜拳吗？多多该不会有特别去练猜拳吧？没有，我就练乌龟龟叫。接下来轮到了女生的测试，率先上场的是叶慈玉，她的测试成绩是38米42。加油！加油！他是自我测试当中成绩最高的选手。成绩36.22。接下来是郑静心，他自我测试成绩是远达36米，不过他在短跑的时候是脚受伤了，助跑可能不能够太用力了。因为就是测试赛呢，还是要给领队们看一下自己的协调性，因为本来很期待他可以有机会破大会纪录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有了！32.26。好，接下来登场的是林玉书，他自我测试成绩是22米，不过他是100公尺短跑破大会纪录的哦。对，所以现在三位领队都睁大眼睛看他的垒球直远，他是慢慢的走到前方，就是不助跑吧，不助跑的方式，左手哎，可以并点投掷。应该再给他2个礼拜时间。对，就是像我就在讲说，像这样是因为他对于动作的不熟悉，所以可能成绩并不是太好。给他2个礼拜的时间，对，可以的。16.72。Likey 和 Likey。好，最后一位登场的是 Likey， 哇，他是也有机会破大会纪录的哦。他自我测试成绩是35米，同时他的短跑。好期待最后一位选手 Likey 这一次。啊，会吗？会破吗？很紧张哎，怎么办？39.6。
会纪录远了1.04米。哇，真的太厉害了，这个纪录高悬许久啊。恭喜恭喜我们的赖 King， 第一名就是破大会纪录的赖 King 39.64米，第二名是叶慈玉的36.22米，第三名是郑敬欣的32.26米。第二季下来，包括了小巴，对对对，然后林思雨、才子，对，都没有人都挑战成功。来聊一下了，赖 King。刚刚上去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的，但就想说平常心啊，就是不要受伤，对，然后希望还有下一次机会，下一次会更好。